这我就觉得台湾的警察都很欠操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对这个黑社会啊犯罪我了解绝对比你们多，我还去做工哎，你看我现在搞成这个这么乌漆嘛黑的，你们这个一个个在那边中午在那边吃便当，这个白白嫩嫩的，当然是你们这些警察欠操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在楼上街上，一群警察在这边，我就说你们全部都看超啊，看超，那没一个人敢跟我屁话。我看到四五台骑那摩托车那些警员呢、啊，我说你看超看超啊，没一个人敢跟我屁话，对不对？